你问我青春是什么，这个问题就像没赶上脱单却赶上脱发，有点突然。他们说青春是迷惑，是焦虑，是回忆，是一去不返，是人世里最不愿被撕去的标签。但谁给你的勇气来定义我的青春？谁给你的权利说青春只能活一次？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青春就是拿灵感当兵器，用创意拼奖励。青春就是破壁不怕碰壁，年轻不再年纪。青春就是没有 game over， 没有放弃，永远只做天下第一。青春更是一种基因，是一百年的老四，是首开夜场的故宫，是喜提十冠王的女孩，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，更是那个被称作电视将军、爱自我否定的少年的你。我们是天生的革命者，1997一声倔强冲破天际，是放肆的青春勇气。20年蔚然成军，内容革新翻天覆地，是不败的青春惊奇。2018开资本之门，千亿梦想升级，是自创的青春奇迹。我们忠于自己，不忘出生的胎记，拒绝地心引力，不信命定的轨迹。我已踏上变革的思路，与艰险浪漫旅行，做爆款的明侦，携手这家人逆流而上。但万千大众封神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。所有努力与美丽交合的血脉奋张，都是天生的狂放。我们天生青春，天生要发光，天生嚣张，天生爱幻想，天生王者，天生不可挡。2020，感谢有你在现场。